好，维护完毕，马上拆建呢一关。壞滅極限鬥技場嘅特殊關天冥之星洞 ，OK， 星洞嚟啦。好，第一次初見點咧？都幾期待噶。唉 ，Hello， 我係 Lucky。咁初見慘死之後咧，咁就再嚟啦。第二次挑戰，低 B 仔，第一關都過唔到，玩鬼啊！好，再嚟，今次仲唔掂？掂个碌蔗啦，今次，哇，终于齐 S B， 食屎啊你！又嚟，低 B 仔又嚟，黐线，打鬼咩，大佬？神啊，主耶稣啊，主啊，主！咁死完咁多次咧，咁大概都捉到点打啦。咁今次我系算系有啲信心嘅。好，咁先开波普嘅蓝龙技，做潜艇变身先，然后火车变身，火潜再变身。OK， 咁我哋先转翻个船板先啦。OK， 咁啦，我谂第一回合应该系顶到嘅。打埋嚟系50000几啦，53000。嗱，开始迫害啦。咁我哋开鲜水嘅武装，好激减吞，然后再转翻全版都 OK 啦。反正呢一回合咧系唔会死嘅。好，天我靓嘅14 combo， 但系都冇力啊！哇，一咧真系搞唔掂，全部 level one， 帮埋你。OK， 然后又系断式迫害啊！咁秒开个火车先，咁齐式就转翻贯通。咁啦，好，贯通十师，我谂都系冇力啊！睇嚟未变身系争好远啦。但系喺激减盾之下咧，三只波埋嚟都系53000都冇嘅。咁然后开翻个死士嘅四师啲加粗，咁再嚟个火潜二段变身，咁啦，全版都系。费事监到嘢啦。OK， 咁都系冇力嘅，放心。大家千祈放心，呢队系未变身前系完全冇力。再嚟个，咁开埋个火潜，二段变身全部一咧，唉，整翻全版11师、13师，咁我谂你唔死咧都好奇怪啦。咩关大佬？第一关黐线搞咁多嘢。第二关，咁呢关都要留意一下嘅，咁啊要开技啊，先开波普嘅轻减技啊，假如唔系嘅话咧，系顶唔到嗰下呢个光杯嘅伤害嘅，咁我哋直接嚟翻个，咁啦 ，OK， 靓嘅，临尾嚟个急转弯，整翻13师。OK， 咁打到更胜一下嚟啦，解放啦，帮埋嚟啦，迫害啦，好彩有开盾，再嚟个，咦，啱啱好靓嘅，睇下先，唉 ，OK 啦，唔够时间转，9师够唔够咧？我谂都够嘅。OK， 第三关。第三关系呢三隻，咁右边嗰两隻系随机嘅，
咁咪吸翻暗吸暗啊，水吸水，但系都唔紧要嘅，咁系唔使惊个缩吸。两回合嘅硬伤系可以秒嘅，即系追打。OK， 整翻个十丝，咁如无意外系系啦，咁左边死晒，右边打唔死，但系唔紧要啊。咁拉拉咧 ，OK， 七丝就 OK 啦，搞掂。第四关，咁第四关系暗级光，光级暗嘅，又嚟熟级，但系都唔紧要嘅。我哋照嚟啦，咁啦，今日 L 字都转晒啦，九十啊，冇天降啊，死嘢！我唔系啊嘛，哇，好彩冇事，咁呢下迫害唔到啊，咁系再嚟火潜，咁然后转翻 combo 啦，咁就啱啱好转齐版面十三 combo。OK， 搞掂。第五关，咁系先制嘅觉醒无效，再嚟超暗炎嘅。咁我哋即刻开咩先 ？Kitty 猫，开完 Kitty 猫再开埋个火钳，咁就转翻个全版啦。咁系贯通啊最好啊！OK， 咁咁啦，转齐全版，加埋个贯通。呢、這个火力之下，剩翻一只都 OK 嘅，升机解放，再嚟。OK， 天降十六 C 咧，十七八咁多 C 咧，乜都死啦。好，咁下一关，第六关，第六关系抽呢两只，一暗一水。咁仲有下转队长嘅 ，OK， 睇下先。火车系半减 1.7 倍血 ，OK。咁直开火潜先，咁再嚟啦。我呢日炒车添，但系都 OK 嘅。咁我转漏一次都应该唔会死嘅。咁再嚟开翻个火潜先。咁俾人攞猪都唯有慢慢嚟啦。睇下先，转翻两个 L 字啦。咦啊，未够呢解 lock 啊，个 Kitty 猫咁啊，解唔到 lock 住，但都唔紧要。升机解放，咁呢一回合开翻火潜先。我谂转齐全版就冇乜意外嘅。好，第七关。呢只帮埋你，我哋咩事呢？20万点顶呢？黐线咁痛冇人讲嘅，啊咁小花粒试下先。我竟然失去动力重新打啦，咁呢度开始咧就系仲识强攻啊！好，转翻个全体嘅唔系全版啊，超靓嘅版面，十二 C 死啦，咁点可以唔死啊 ？OK， 十第八关，吸木嘅吸木嘅，睇下先第八关，咁我谂我哋三回合啊。即系三回合内要秒，咁我哋先开翻个火潜技先。啊衰嘢，零四争粒火，咁我哋唯有储一储火先。好，呢回合开火，即系开火啦。咁够火嘅话咧，转贯通应该 OK 嘅，试一试咯。睇下先，咁转翻个咁啦，全版啦。系啦，全版之下十 C、十二 C 添，咁呢个火力都够秒 ，OK 喎。咁呢只系高防，但系就唔太咩嘅，唔太高血嘅。
第九关抽呢一只，博埋你，哇吓死先制17万。咁暗无效啊，咁有个烧猪无效嘅，嗌开埋咩啦，波普啦。咁就嚟了啦，转翻个水嘅魔贯通，试一试个力先。咁当你一开始消射咧，咁呢一场就已经系算系轻松玩噶啦，即系个心态咧系转晒啦，即系唔烧还好，一烧咧咁就烧到尾噶啦，同你讲，咁系唔同嘅客气噶啦。OK， 咁转翻两个双无效贯通，一水一火，睇下呢只 MK 可唔可以顶到我嘅伤害啦。拜拜 MK， 我先系 MK 仔啊，你梗唔系啦。你睇我 skin 都知啦，全部都系 MK 嘅快乐 skin。咁呢一层系家具土，我谂都系抽噶啦。我哋先试一试个力，睇下顶唔顶到先。咁啦，系都转晒啦。OK， 解翻 lock 先。然后嚟个十二师打到唔错喎，都 OK 喎，又落板又唔够猪添，我谂我再唔开技咧，好快会死，真系冇悭技啦，直接嚟个 hand solo 加埋火前，咁转翻个贯通咧，咁啦 ，OK， 今日全版7、8、9、10C， 咁应该就毫无疑问地靓嘅。第十一关，好嘢 ，Lucky Lucky 嘅大步啊！哇，咁多转，唉，咁都系硬顶噶啦。咁咁多转，兼且咁乱嘅情况之下咧，系毫无版面可言啊！好啦，到呢个位置咧，80% 盾，咁我谂都可以秒噶啦。就咁啦 ，OK， 靓嘅呢个版面，转翻个靓版面10C。咁嘅话 ，OK， 搞掂。12关啦，终于好不动如来。系，喂，你有咩事呢？喐啲啊，33啊，喐啲20万，咁唔紧要，同你硬搏咯，系嘛？今场我下定决心啦，我同你硬搏噶啦，同你讲，你有本事呢？就下下先制死我啊！我睇你几迫害先。咁呢度转翻个全版，睇下点啦。咦，都痛喎，两串火都差唔多死咯。咁嚟多次我諗都 OK 啦。咁都係转返全版13C、14C。咁都係秒啦。第13关啦，嚟啦先制啊。你有本事先制。嚟啦40万啦。OK， 冇事嘅。仲有喎，哇，心都嚟一嚟。我惊开口仲黐住，咁转翻贯通睇下点啦。唔使惊嘅各位，咁啦，转翻最大版面，11C、12C 呢个火力点咧？够秒嘅 ，yes。系啦，唔使同我客气啦。14关，孙王神 ，OK， 孙王神，司马懿啊，
得啦，加咁多嘢，吸暗嘅。咁直接嚟个火潜，咁然后就 OK 13C 版面，睇下点啦。14C 之下，喂你唔系啊嘛，食屎啊！你俾多啲力水，大佬火潜，唉，养你咁大，呢、這个时候你背叛我，真系黐线，争我少少。咁呢下消息咧都系好意外嘅。因为是火前背叛我呢下，呢个血线真系好唔抵，细粒石。好，十五关系基神帝啦，木基帝啊 ，yes， 呢个好似咩啊？似唔似圣诞老人？各位点睇？好，咁就唔讲笑，先开个记先。咁12C吸收版面够13C就 OK 啦。咦，啱啱好喎，好似11、12、13靓嘅，啱啱好 lucky。OK， 傻基神发嬲啊 ！OK， 转，再嚟啊！180,000，哇，180,000，咁呢度先开咩先咯？开翻个仙水嘅减吞先，好稳阵嘅。睇下先，哇，好难转，点转？大佬晕，人都晕啊！哇，吓、啊、有噶啦，七 C， 咁打唔入嘅，但系追打 OK。咦，咁仲揸下追打，求其转都 OK 啦。八九 combo 都 OK 啦。哦 ，boss 啦，终于见到你啦 ，boss， 天机神。咁直接开咩先？好彩有技南龙技，再解角，再嚟火潜。咁嘅话就再嚟啦。哇，好乱啊！阿妈，睇下先，转翻啲邪魔猪走先。啊，咁啦，唯有人太乱啦，唔识转啦已经。OK， 帮埋嚟邪魔天降，咁再嚟啦。咁喺呢个转之下咧，都系夹硬转啦，唯有冇计啦。好，九 C 打到呢个位，咦，回血技喎，全回复，半减盾，然后落板 ，OK， 落板。咁我哋直接咩啦？解落先 ，hand solo。因为见到六字咧，我谂系要喺六回合入面咧就 kill 佢，所以千祈唔好松懈啦。好，转翻十 C 呢个火力都系 OK 嘅，唔错嘅。哇，系咁回血啊，唔通？好惊啊喂！咁再嚟啦 ，Kitty 猫先，开埋个火潜，12C、13C、14、5C， 呢个火力之下，哇，仲未得，喂，条系咁补血、啊，屈血水、啊，黐线，我啲咁屈法，边个你玩，大佬，圣旨不武啊你，好，转翻贯通睇点啦，好，呢下唔错，打翻呢个位，又回血。咁我哋又嚟啦，11 combo 打到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。我谂呢回合可以秒啦，开翻个火潜先。好，咁嚟了啦。哇，又揸粒火，啊，好嘢好嘢。我谂喺。10C 之下贯通火力应该可以秒啦，哇！充填原料，喂米啊米啊，你真系米啊 ！Full charge 十倍攻，哇 ！Nice 喎，呢个 nice 喎，各位
喂，天机神好善良喎、啊，怀住一颗善良嘅心喎、啊。哦，好，咁我哋就咁趁呢个星机神俾机会咧，咁我哋千祈唔好嘥呢个机会啊！咁咧，有咧都转晒全版，十 combo 乜都死啦，我谂。OK， 二段变身是暗的天坏神啊，星坏神。OK， 吸收四亿，再嚟 90% 的减盾。好，咁我哋先开个火潜，咁就直接波落去啦。咁啦。我谂 90% 盾之下的四亿吸收，咁火力方面是吸唔到嘅 ，OK。咁再嚟系 85% 盾，咁可能就吸到啦。咁呢一回合就稍微控一控火力先，稍微啦。咁啦，转到乱晒添。八 combo 系冇力嘅，再嚟。咁系 80% 盾添，哇！使乜咁烦啊？啲转转转，咁唯有再嚟啦。好，咁又嚟个 90% 盾，咁呢一回合咧就可以大大力嚟啦。13 combo 点咧？冇问题，麦克先以下啦。咁佢系会开个盾嘅，然后再加翻我嘅队长速度，再嚟一下。喂，系低 B 嘅真系，下下都系 boss 死人。你等阵先，呢粒系我 last 粒写啦，大镬啦，唔可以输。好，好惊啊喂！突然间开始惊啦！好，半减盾之下，唔好死啊！OK， 70,000几仲顶到嘅，好惊啊！依家真系零石噶啦，已经低标唔够石啊，好惊输啊！喂，唔系美香啊嘛？好，开 hand solo 先，加翻啲猪，咁再嚟啦。因为我想打快啲啊，好惊依家，又嚟啊！75% 盾又嚟，咁睇嚟呢下真系。我哋让冇可让咯，一定要秒咯，系咪咧？我惊再唔秒咧，又唔知点死法，好惊啊！黐线。好啦，我哋搏一搏啦 ，Han Solo 先嚟个转火珠技，再嚟火潜 ，OK， 再嚟拉试一下贝卡斯嘅武装。咁系吸收盾三回合嘅，加埋无效盾添。咁我谂 even 杀唔死咧，我都唔会死嘅应该。好，咁呢一度睇下先，又争粒火珠，真系劲鬼迫害，有冇咁啱啊？咁都照去啦，唯有冇计啦，我转翻双贯通先，一火一水，然后咁啦。OK， 火水贯通双核弹9 combo 10 combo 靓嘅天降13 combo 一定死，叮叮 yes， 啊，终于搞掂，哇，烧几粒石啊？烧咗成四粒石，好似系烧到冇石啊！哇，劲惊呢下打唔死咧，咁我又冇石咧，即系喊喺度，哇！好彩咁临尾呢下嘅天降，今日我嘅判断咧
是正確的，咁啊成功討伐呢個星機神啊。OK， 咁最尾講下編成先，因為呢一隊咧都係打得幾順嘅，咁都循例介紹翻個編成先。咁首先火潛，咁啊四二戰耐性，龍 Q 乸嘅一把紅龍刀，咁然後火車，咁啊毒耐性掉落，加埋個貝卡斯，咁再者係波普，咁係衰解放，加埋個藍龍武裝。咁再者系 Han Solo， 咁系毒耐性 Pass 嘅用处啦。咁都系双解放加埋个死侍武装啊，四回合加速。咁再嚟系 Kitty 猫，咁 Kitty 猫系计翻 L 字啊，唔系超过整超翻 L 字，咁系潜翻个双解放，计翻呢把系鲜水武装，咁系激感盾嚟嘅。好，咁而另一边嘅火潜咧，系跟翻我嘅火潜，相同嘅配置就 OK 啦。咁而隊伍徽章係徽翻個血強化，但都係唔夠血啊！咁兩層先制，我就係諗到可以用翻個一係就鮮水，一係就波波嚟硬頂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都唔知點頂。咁然後隊伍情報方面係19SB， 咁暗炎啊、邪魔毒啊，今日你一邊火潛嘅話都近乎全齊嘅，係十字母解轉帽。咁然後 skin 珠方面係揀翻呢個啊。快女 skin 啊，机械 vs 机械，咁呢个快女 skin 都几 Q 嘅。好，咁呢一队系编成嘅介绍啦，咁都系啦，咁呢一队只系我目前过到兼且都算顺嘅一队，但都系烧咗成四粒石嘅，咁所以呢几日会再研究一下啦，火潜队，咁希望可以俾各位做参考啦。好啦，咁条片就到呢一度先，咁中意条片嘅，希望俾个 like 同订阅我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